中华民国全国庇护联合总会将于20、21日在彰化市延平公园举办庇护友爱公益船99市集活动，当天邀请知名歌手及表演团队演出，欢迎民众来做公益逛市集抽好礼，传递爱与关怀。7月20、21两天在彰化市的延平公园，我们的爱心圆游会，希望全国各地好朋友们来参与，做发挥你的爱心，小小的一个买个东西啦，还是一个小小的捐款，也都是做一份爱心，我相信我们整个台湾大家都是爱心，有爱心的人。那我们希望说把这个一起带起来，让大家可以来咱彰化佚佗，好食好耍好佚佗。因为咱这两天哈，包括小朋友、大人都可以带过来，咱有气垫游戏啊，现场都可以。那我们今年的爱心圆游券，印60万嘛哈，120万啊，只一张圆游券200块，只要你买圆游券一张200块的话，你就可以拿到摸彩券。那我们真的非常欣喜，看到民间的力量能这么蓬勃的发展，愿意挺身而出来为我们的弱势、为我们的身障者这样子来发声。我们也希望我们很多庇护工厂的产品，民众能够在7月20号能够来大家共襄盛举，一起来挺我们的弱势的、我们的身障朋友，让他们的产品能够行销出去。为推广庇护工厂自家产品，协助商品行销，稳定弱势就业机会，活动预计邀请30家庇护工厂、30个彰化社福单位，并欢迎社会企业团体参与赞助和义卖，所得收益将用于协助各地庇护工厂行销推广，协助能够永续经营。公益频道彰化云彰化采访报道。